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好像我们当地从今天开始就迎来夏天了，好像快要哈。看天气预报嘛，下个礼拜就能达到35度以上了。就是说天气就是说过渡的非常快，20多度温度就是很少的。今天天很热很热的啊，我都已经穿短袖了。一大早晨呢，吃完饭和大车上来这块园子，就是后院的这块园子来收拾收拾。就是我家大棚的前面这一块，可以说就是去年吧，和大厨俩在这块种地呢，就有好多一块一块的全部都让我俩扔下了，就是根本都没种，就是荒草满长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也忙活，一忙不过来，二吧就也打理不过来，就是好像好多地上吧也都闲着，好像用不上似的哈。对，那时候根本就不会合理的利用。今年总的来说多少就是懂了一点了，就是那个心里头也好像也会安排一点了。今年我和大叔来把这块，今天把这块除一除吧，除除草。完了呢，想在这块把那个小葱移过来一些，好好栽一栽，就把这块。这都是去年前年的大葱了，他们已经就是说，现在打籽了嘛。其实这个问题还不会弄，就像这现在这大葱该怎么弄了，不知道。吃不了，是吃不了，是给它拔掉呢，还是给它把上面割掉？不管它呀，我看邻居有把这绞掉的，就是问了也没太明白，我寻思一会儿再去问一问哈，再问问邻居，就是现在这些葱该怎么打理？吃不了这个大葱怎么处理哈？好像你看这大葱吧，它也很神奇的，就是它这个老了以后，它在边上憋出来一个小的，你看，啊，就是这个葱感觉好像就是你不用，就是说种它也不用栽它，你不动它以后吧，它自然像去年我和大春俩就没有动它，我们俩就没有动它，它就那个自己就烂掉了，完了到时候它自己今年这又长出来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应该打理打理现在哈。对，咱先把这批小葱先摘下，这是今年秋天要吃的葱。这些小葱呢，是我们两个去年秋天时候种的，完它就长上这么大小葱，完到冬天的时候雪埋上就完事儿，完这一开春长出来的。这个葱呢，我和大春的要把这块地整理好以后呢，就把这个葱移栽到这一块，完了这个就是秋天吃的大葱，就是留着一冬啊，冬天储存的那种大葱了，赶紧趁着现在。抓紧时间，要不该不赶趟了。秋天该吃葱，冬天吃葱该吃不上了。是，别家都已经整完了，咱家还没整。邻居都整完了哈。嗯。咱俩也抓紧吧。这一大把小葱才2块钱。在城里时候嫌可少，现在呢又觉得。2块钱值哈，2块钱真值啊，得8斤。在城里面就是，哎呀，2块钱就买2颗小葱，也不少啊。你说这2块钱就挣这么2块地。又跑个起来了，进来了。地主，
例如来握握手，去吧再说，握握手，伸展，哎，握握，再握握。我不喜欢你啊，快去吧，你老咬我。没有计划是吧哈？没有计划，只有变化。只有变化，没有计划。因为把这个叫那个藿香，在他后院了，我俩觉得吃着不方便，还是把它起出来，摘到前院去吧。前天摘的哈，摘到这块有点合适，弄走，咱全院。今晚吃了它得了，饭给它吃了。行，今晚就给它吃。还能把那小的，这底下拖了不少小秧。算小秧吗？啊，你是给，就当那个给它活动活动根儿了。对。这块还有一块没栽呢哈，地空着。地头这一块地呢？这块空着呢。是黄豆都出了，那时候那黑豆有没有出的？真好，看一看上两天种的都出了。出的还挺好呢，哈。就是出挺好，但苞米出的有空的。苞米出的不好啊？嗯。那就得移栽吧，咱不种了好多吗？有时候。嗯、这块缺两颗，那块缺一颗，这块缺三颗。我看呢，又该出草了。嗯，草也该出了。啊，今天草莓长得好。嗯，看这草莓哈，嗯，过两天吃草莓了，对对对。啊，这小白花看看，草莓，这是一摘过来的吗？好像今年还有劲儿呢，看这草莓啊。对。叶子大长的，看到没？应该是上的肥的更好。嗯。漂亮。园子多少？好像我感觉咱俩种的现在有点像样了呢。像样了吧？啊。这块嘛，这苞米七十六，现在种这个年苞米也赶上，连栽栽种嘛。你栽。嗯，对。真会打了。就来这边吧，看看这边这个，就是种的这些豆子，就黑豆和黄豆出芽情况，还有这苞米出芽情况，哎，就可开心了呢。感觉好像是我瞅着今天这园子，好像有点像园子样了似的哈。像样。好像都不像园子的样似的，都那感觉特糟糟。去年是最惨的。啊，今年种植出来，我感觉，哎，一看呢，真开心。你看看，这黄豆都出来了哈，多好啊！你看这黄芪长得也好，今年粗了。这是黄芪，这我的大孙子种的黄芪，黄芪都长起来了，看。嗯。啊，真好。哎呀，越来越像样了。他院子那个黑豆果结了好多，今年，看看，嗯，那黑豆果都开花了。那片草莓，啊，今年草莓也，今年好像什么多少都应该丰收吧，哈。嗯，哎，小果结这么大了。这不是吗？你看看，嗯，多好。看，这是我家前年就来的那年，大前年那年哈，摘的这些花，看看现在开的多漂亮。跟着开吧。真的，这花刚开始摘的时候开不了几朵哈，看现在多好看哈。现在一丛一丛的。啊，太漂亮了！这还有一丛那百合呢，看看。嗯、卷帘百合。嗯。可以食用的。多漂亮！太可惜了。